越しのお客様、ライトがついております。お車まで繰り返します。ゴンドラの A 駐車場にお車を止めます。ナンバー札幌三松さん、こうやって終わるのを三松さん、シルバーの日産ビクトリーでお越しのお客様、ライトがついております。お車までお戻りください。开机有点慢，这样。嗯，来放。你确定他正在录？正在插电吗？还是没插电，但是正在录。头用力。また怪我のないよう車には十分気をつけて車乗ってください。就让它冰冰的是吗？还是这种雪会？因为公布有点热。我们抽大雾也滑过，晴朗天也滑过，嗯，是吗？今天的树是漂亮的。嗯。
消費及び回数量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滑走には十分にご注意ください。又是压完又盖一层雪是不是？对，今天可能表面盖了两三公分到五公分，下面的状况上面不知道。该不会也是雾吧？因为你看下面就已经，这种是雪造成的能见度下降，还是雾造成的？搞不清楚。就小心一点。所以是要滑下来看看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是问一下而已。等一下没有要走这边。圣诞树，好多圣诞树。左边，左边。哎呀，很多啊，有片的。用 GoPro 拍一拍。GoPro 帮我看一下上面有没有雪。你没有，我嘞。有水，擦一擦。我的是真的没有吗？那你刚刚不跟我讲。不要用手擦，用外面的。为什么？手比较热啊。有的，我看。好嘞。我都看侧面，侧面比较看得到。你看我侧面这样有没有？好像有，但很小滴啊。好像好了。对。有小河。山上不知道看得见几根棒。还好现在穿暖暖的，还没有觉得太热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
有，都是雪。哈，而且是湿的。有的在充电吗？没有，还是没有。你的嘞，一点点哦，有，正镜头正前方有，擦掉。好。一个柱子就要插一下，插一下的。お客様に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ゲレンデ内での衝突事故を防ぐためには、他是我手指招。坐坐的真舒服，因为脚可以靠的。第一次坐过有这种脚架的吗？第一次吧。哦，有哦，这里果然是二四股，连缆车都有脚架。其实他只要多坐一个梯吧，我们就舒服很多。别的还有坐什么加热垫？你说屁股？对啊，哪里？照我就说嘛，石塔王山的。哦，还赛车坐？缆车哦？对啊，是有必要吗？有罩子，有加热。嗯，他这样子舒服不坐上山？那里人多吗？那里而且那里雪道还不错，就是以月后汤泽来讲，好像那里还不错。我是月后汤泽哦，而且相对于我也是北海道，因为北海道比较冷，才觉得比较需要。北海道比较需要罩子，我觉得其实之前哪里有没有罩子都还好。风的问题。对啊，他们这里气温也比较低啊。风大的话就不大行。高山的就需要罩子。其实就是设计的时候也会看它的气候条件，长。但这个也拉这么高，但这个居然没有罩子。我认为啦，风向一般性的风向问题，你在山的背后的话，风会比较小。哦，对。然后就照着季节风，这样子设计啊。这边的树就没有白白的。比较粗，粗啊！嗯，能见度还 OK 呢，山上比较有一点点，山上很雾吧，有一点点。那一边摆明的就是雾啊，那一区。那个是右边是 Jumbo 吗？啊，你说那边？现在看得到，在树后面的右边那边是 Jumbo 吗？还是不是？右边还没有到那么高，因为我们车里都还没到。这边是个雪道，可能是右边，不是左边。那边是个雪道。你在说左边吗？对，这一盘这一块下来是雪道。但是我们不会，这有真的看真的觉得这个陡哎，是，但是没有，等缆车行进到旁边的时候看就会觉得很好，远看真的觉得很陡，远看觉得应该有60度，没那么夸张好吗？感觉很像那个60、30、90的那种三角形的60那一侧。没有，你看有一个人下来，啊，但我就说他是远看的时候很陡，但近看的时候还可以。他走边边。还要松懈，近看就越看越还好。好像常常就
面的话就是比较轻松。真的还好哎。对啊，我就说斜度，它是属于20几吧，远看很陡，近看还好的。奇怪，你不觉得吗？远看真的觉得它陡死了，那近看，现在近看就还好。你又放屁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有放屁吗？没有啊，你怎么可能闻得到？我就觉得怪啊，我就觉得好像闻到什么味道。那你看看下面是小动物在放，这个风向你怎么闻得到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是怀疑啊，因为你随时都很没有那个，就是很讨厌的放屁。应该不可能是石头，因为有树长出来。对啊，没有看到北海道小动物。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怪怪的吧？那个山猪到底是在干嘛？摔倒，跑到他跑得好急哦，急到自己摔倒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奔跑是，打滚以后再站起来继续跑，有个惯性啊。那个滑雪也是打个滚继续跑。这里到这里有一个力。停下来了，他想继续吗？还是绿色的回去了？还是等后面？绿色的我怕要推，我就不想，我就会宁愿算了，就停下。我们现在先从餐厅后面过去，然后这一次接着就从餐厅，就从温度计下。温度计下不就是到这？够大片啊，又没有跳，你有明显的跳跳，但是有一点波纹。那别人滑过吗？冷了，风开始了。你要不要弄波纹？你要不要弄波纹？看最上面的光有多大。现在能做的事情是，我不知道镜头在哪，走在这，帮我看一下。很好。刚磨完。你想错了哦，你刚刚说这个灯要回去，应该是回去。可以回去啊。这雾的那边接回去就是。不知道啊，但是你刚刚已经滑下来了，你怎么可能回头往上？再回头。你刚刚说从这个灯啊，这个灯的左边过去，回不去了啦。可以回去，回去就是那个雪道。它在上面，你到底要怎么回去？你都已经滑下来，我不是要上去，是下去下面的左边。这个人还在继续跑。哇，好雾哦！现在觉得好雾哦。雾的。
很冷。你的也叫了，是吗？好冷哦！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 GoPro 吗？它现在什么状况？在录啊！在录。对啊，在录啊。那电有在充吗？没看到。那要重插吗？感觉重插也没有。下面再检查一次，有啊，有在，直接看灯号就好。怎么出来？因为我怕我一抓只有拔线。有啊，正在充电中。51度，跟我们来的那一天一样。滑雪的第一天，19号也是51度，果然是北海道。好，好了，有充电了，他应该就不会靠了吧？哎，你看我，对啊，也正在录了吧？对啊，在啥？对啊，应该不大。我的嘞，一点点。好了，你现在是要这边了？这边了，在我这边过去。顺顺的很切那几次，那一次走的比较久。雪上了，我并没有掉进去耶。对不对？你不坐缆车怎么回到温度计？难道你要滑下去吗？它很恐怖哎，它就突然跑到你旁边呢。
对啊，我也已经把，我有两种配置，一种是把头套缩到帽子里，另外一种是把它多拉出来。我现在属于多拉出来的状态。撑得住，但是人会紧张。而且往后缩的话，姿势比较跑掉一点。所以 center 吗？先 center， 然后下来的时候一样走到温度计那里就对了，是吗？你要走到温度计哦，好。你不是收温度计那边下去？对对对。那边下去有左边、右边，你要左边还是右边？当然是左边啊，先试一小段。那往左边之后就会回到我们平常回家的路。哦，我们回家的路不是有一个大往右拐吗？对啊，大往右拐右边那边不是有个汇合的地方？嗯，然后你说另外一边我们都没走过，去走那边。那个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等一下下来就会从那边下来。哦，好，就是合起来的地方。好，我觉得是啊。好。嗯，我不要滑平平的就好。嗯，等一下回温度计会很平、啊。不会啊，如果从 center 那种回来还可以。没有啊，没。还可以。你之前都从中间先切下来。那就需要拉车一下。但是那个比下面好，比餐厅前面好。餐厅前面是最累的。嗯。但是哦，那。可以绕到柱柱右边，那个是下方了，就是我不要理你，你想错路了。不是，我是说回温度计之前，它有黄色保护的柱子，我们平常都跑走柱子的左边，渐渐的就会到，温度计要下绿线那边一堆人穿鞋子的地方，那在那里要往上爬，那你要是有能力的话，你就滑在我前面给我看就好了。嗯，就是那个没有开的缆车站，我平常都走没有开的缆车站的。我们选左边那条路，其实右边也可以走，用个速度切上去。风很大，风很大，风很大很大。鞋子一直晃。把那女生的照片看完了吗？没有全看完了。哦，没什么。他的哦，羊蹄山，羊蹄山有看到顶过吗？最近这今年？我不知道。哦，还没进入冬季，应该有吧？哦，还是啊，在还没有开始下雪之前，嗯，不知道会不会有。哦，就是哦，好痛，脚好痛，不知道怎么，哦，好痛，哪里？脚。左脚脚背吗？对对对，不知道怎么突然很痛。哭成这样。咻咻两下，又风平浪静。侧面风。今天的风啊。啊，忘记清篝火了。现在我的台都没有开到风景，没有干净的，是吗？因为刚刚那样子被风一吹啊，它的机体温度就下降，刚好降到一个平衡状态，那雪碰到它就弹走的状态，而不是雪碰到它小融一下粘在上面的状态。这个为什么没盖盖？下来，嗯，也都会盖啊，哎、欸，这个也没盖、欸，一开一关呢、啊。啊，奇怪，这个也没关，被风吹开的嘛，那也太危险了吧。
应该是盖起来比较不会被风乱吹吧。嗯，扯那么多都没盖，他装疯卖傻。这个也没盖，我头顶好痒哦。还有头顶痒。头顶痒。应该快到了。如果头顶的话，突然觉得头顶会冷。应该会。风那么大。哦，好危险！脚居然没有在手套上，太危险了。不知道你的习惯如何？就是套在手套上啊。脱手套会一起拿着啊。雪板的破臭，刚跑掉的那个，嗯，刚刚在脚中。他是巡山员，他背后有一个白色的十字，你觉得他不是吗？有可能，但是觉得他应该控得住啊。那刚刚他的行为有点可怕，他就真的快要做到底了。只要控得住就好。但是我觉得巡山员穿雪板会比较不方便。有此一说。那我跟着了。因为他也没有办法登山呢、啊，他只能用脚，多累、啊。
滑滑十公分，十公分，十公分，可以前进十公分，这不就跟走路一样吗？舍不得脱，我觉得那样我脚比较累。有氧扛起来，扛起来！Thank you.
去那个接缆车的路差不多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有些车不知道路轨要怎么走。哎呀，我觉得我路看不太清楚。小心的下去。相信你们的脚胶。嗯，你秀了吗？直冲啊！我差点陷在雪里面啊！很清楚哎、欸，平常我们都从左边来、啊，然后上面有个湖弯过去，在上面那边，嗯，接着往那边一直接过去，嗯，所以现在右转就是那个绿线，那就不能冲上去的地方，我看不到。
到这里了。对啊，好，今天把这一条线补上了，而且这条线可以一直往，轻松的、啊，而且雪就厚厚的。哎，不滑右边吗？温度计的右边啊，温度计的右边。那边的下面有滑一太平了，就是那边沿路滑，我大概感觉差不多。它不会下来是这边吗？我是说，在这个柱子的右边还有一条线，嗯，它一直都是斜的，但是这下面我觉得它可能太平，就是连接回来的地方我怕它太平。但是就是有东西没滑到，想要都滑完啊。那就坐那个有脚踏的缆车，那就直接可以下了耶。可以啊，然后直接来。我可能会扑倒。Thank you.
般呢，很可爱啊。维度尔永远跑不出去，不会有那种一眨眼有那个。用广播的。上面的客人，那个服务员会听到，就叫他等一下。嗯。我以为他会叫前面雪板的把他拿到，没想到他就挂在墙上。就是他这个有跳起来。可以下，我觉得冰就不行。那個、我记得就是、那個、冰山心理压力太大。Giant 就是这个样子。Giant 还好。Giant 有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冰的，还是第二次去？为了吃冰不快。对，他不爱讲。第二次都是冰，是第二次。对，我现在有点忘记小姐，我记得很可怕。小姐的脸吗？我有跟小姐合照。看清楚的时候，我已经在一根柱子的边边了。就是风一阵吹过来，然后我就有点会迷走，我就搞不清楚方向，然后一滑，哎，柱子到了。你不知不觉就差一个路。因为就，而且我连自己在滑的速度我都搞不清楚，风在吹的时候，所以我不知道我滑到哪里去了。不过也就在柱子旁边。你没看，有个看起来像是。先生的就一路咻咻咻冲过去，冲去柱子、啊，冲去柱子的外面。那是巡山员吧？安全的，那好像是巡山员的。他可能是故意岔一下。厚厚的雪，你看好厚。看得出来很厚。趁着这个样子，好，观察左边的路。我刚说怕下面太紧，这个一路走到下面感觉有一点点，还是一路走到这，总是会看到缆车，对不对？看到三条缆车。我们不是走这吧？我们上去下来是走这吗？就是走这。哦，一路跟着缆车走。然后在这里就要切回去，又一个人在那。最陡就上面那一段，
如果不大想动的话，直接切到最右边，就没事。他只在休息。你要看清楚哦，有擦杆子的，不要靠近哦。你也要看，这就是有洞。你这傻傻，昨天擦的明明就是这种竹竿子，你还以为它是边界，还想去擦。哦、小朋友也很厉害。都很勇敢，左边跟右边，很勇敢，真的很勇敢。是右边下还是左边下呢？右边那边，左边下有点窄。右边下会看到坡度。我们刚刚在这个树的右边滑下，然后这次又从树的左边，然后要不要切回去呢？哎，不对，我们就是刚走那里。我也不知道我们刚。你看，看你的右后方那个灯柱，我刚刚都是看灯柱，那里也有个灯柱。我好像在第一个灯柱就选择往左，所以那边也有一条路。好，我们这次走右边那条，现在有人在往的那一边。你是你还是下温度计的左边？对啊。对啊，同样的下。对，你不要走这，你到底要不要走这？哦，你说从这边下，好啊。现在就温度计的右边呗。我们刚就是指温度计左边还是右边？这是右边吧？这是走蓝色这边。就右边嘛，温度计的右边嘛，面对温度计的右边嘛。那是啊，有。直接不用走那么远就可以到。这是我们在滤网的右边。啊，就是温度计的右边那小几只。我叫滤网，全部都有滤网。哎，它居然温度变嘞，负十哎，你就接近负十。太多了。直的、哦，哎，你可以耶，我这要一股劲儿，我你是用惯性吗？对啊，那我就说要一股劲儿吧，我没办法，直接举是有困难的，这里就不行了。相信之前我不行，而且我第一天也不行，是滑着滑着力气加大以后，我还是不行啊。渐渐都可以，因为通常左脚比较有力。好像前面比较陡哎，看一下。
去一点，我才会先超越。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切那么远？切要切啊。啊？哦。啊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差了一只，谁啊？啊，你没有看到他插在那里吗？哦，踏到了。对啊。哎呦喂呀，好软，那完蛋了，工货都脏了吧？没有。整个往前扑哎。就插进去了呗，哎，爬回去耶，怎么爬回去啊？我是回去，松的是右脚哦。对啊。哇。他就在旁边放软，然后他就飞出去了。嗯。啊。这个踩法很像雪板。反正你现在左脚就脱掉了。不要，我舍不得。第二个方法，你要想办法转成左手。对啊，就把它拿下来放在我的脚下，但是要踩稳就好了。啊，对，现在右边转左手。手没力气拿不起来啦。好把时钟剑哦。很松欸，这边就是在这里滑，要担心的不是太快，要担心的是插进去。所以我都会两只脚轮流提起来，让它可以。刚踩好的地方，让左脚站，要右脚站。很刚好啊。你有看到我摔倒的样子啊？这样有看到，我是说我不确定我们路上就啊，然后就岔，然后就飞出去了。哎、欸，有点太斜，我站不上去，讨厌。嗨，我现在板子有点斜，我现在这脚抬不起。脚是上不去的。哈？你的右脚是上不去的，因为踩线，所以看你有没有办法把左脚踹踹它几下，踹深一点。一个，一个。反正，哎、欸，你松掉的是右脚吗？对啊。啊，那我给你错误的建议。好了。好了，很好。我们往前拉长一点，好了。往前一路切过去，然后再切回来。啊。啊。这样切总该很安全。啊。不是啊。那这样我刚没有滑错啊，我是左脚穿着，然后闲置的那一脚插进去。那只脚要稍微抬一抬，抬一抬，抬一抬。不是滑右边吗？是啊。你要不帮我先拍拍什么？你帮我检查一下勾破或什么？看，又进去了。两个人都太远了吧？斜滑差不多就来了。不是，我一直陷下去。稍微左脚轮流踩一下就会过来。我怕我过去抽到你小腿。你会下去的、啊，你应该在我们下面才对。没关系，我来了。啊、好，帮我检查一下。还好呢。真的吗？啊、怎么要把那个飞拍拍啊？动啊动，那个变吸血，把它拍拍。你的耳朵都是血。因为我刚才好像要整个脸敷上去了。鼻子。哦哦，手耳边，手耳边，放一下。口罩不要摸，其他你都随便拍。
你高富也要摸一下，看看。好，等我，等一下，等到。好，差不多。我摸完还有在我下巴吗？有。好，上面充满了冰块。很后悔，很后悔这里。啊！我操！这样才好玩。滚一滚。就很好笑。这里超厚的，这里比刚难，这里雪比较少。这根缆车的左右，嗯，我说那边很，那边下面也有棒棒啊。这条缆车左边有路，右边有路，嗯，右边这个是比较陡的下巴，嗯嗯，左边是比较浅的下巴，嗯嗯，你要走哪边啦、啊？好，而且这边好像障碍物很多，就是你刚刚说那边好像比较窄，嗯，对啊，动不了啊，动不了，嗯，动了。脚翘得太高了，翘太高 OK 啊？不是它，我是说地太那个，它几乎都已经降了啊，就地太高了。轮流稍微轻踩轻踩，哦，平衡就好。继续下吗？下。好，这边好累。现在可以切到右边去，这边的右边还有路。不要，它刚刚很多棒子还没过完。没有，大家切到柱柱中间就可以。我现在坐第一，我最好是到得了住住中间。可以啦。前面不就有？哎、欸，没有啊。这里很安全啊。哦。可以继续前进。这要滑右边哦，没有，两边都可以，下面已经不陡了。你看那里还有两个，再顾放放，都很安全。你每天在说的那个人，你要跟他拍一张照吗？对啊，我也啊，你豆豆在哪？啊，豆豆在那边啊。我看到了，嗯，过头了。好了，他们在弄线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か？これ初心者来るじゃないよ。足が持たないと。そう、救急車か。足これ。
甘いんですこれ。何やってんの。足引いてきて、左足引いてきたでしょ。左足引いてから。自由になんか。どう降りるの？ちょっと、好快哦。没有啊。哦，他们在弄啊。没有，我就让他们先啊。Excuse me, 大丈夫？也是会坐，你在那里吗？还站着？哦，但是我就站着不动啊。一样啊。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我叫你先。啊，得先要先啊，要不你就对了嘛。喂。喂。这很辛苦哎，这个。嗯哼，我已经掌握在这里轻松的滑板。真的，我还没。大概就是不要往山上躲，然后就一直平滑，就对。然后两只脚稍微提起来，提起来，然后身体重心不前不后，然后随时应付忽快忽慢，稍微半蹲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下的话就真的，你的要点很多，你的要点很多，又要怎样又要怎样？对啊，就是不要走。然后下的话，把这个当绿线，可以直接往下。嗯。マスクおよびフェイスマスクを必ず着用し、別のグループの方とは間隔を空けてお過ごしください。席やシャープをするときは席席チケットにご協力ください。建物内にお立ち寄りの際は消毒をする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
脚最痛的点，超痛的哦！哎呀，哎呀！我要爬回去，你也摔倒，还是你在休息？啊？哦，那我要爬回去，把它拿起来。你知道我在说很痛，是他压我那个点。我那骨头不是一直都还会痛吗？他就给我重重压了一下，超痛的。哦，好好远哦。好，我要爬回去。爬不回去。所以要拖了哦，因为太难爬回去了。这个高度差太多。嗯，一小，哎，一小，一小，我就大起舞了。刚好靠哪里？啊？你到哪里很靠？就是光讲啦，我那个受伤那个骨头，因为他为了脱掉雪板的时候，他是硬肩撑了一下，他就撞了那里一下，然后雪板在掉，所以我就很痛。我那个点就压都还是会痛嘛。用力的话，哪一个人？什么意思？
什么？啊？我这样坐着休息之后太暖了一点，就要调凉一点。右滑到右边就可以了。你先啊，我在你后面，好，你等我一下。卡到啦。路啊，嗯，因为我刚刚那样一摔，大起雾啊，嗯，所以现在是把镜弄掉后就会比较亮吗？好像好一点，现在是很陡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觉得那个叉叉会造成我的心理阴影，我不如就选安全的方法。回山就好了。好硬哦！又倒了，一直倒。后倒，哎，没关系啊，相信他。
我一直摔倒哎、欸。没力气了吧？连我已经停下来了、哦，站站好好，站站突然我就摔倒了。哦，应该是往后吧？对啊，往后倒。那顺着倒没关系啊。往后往山下倒。山下倒。不过头这样。不是，就已经挺着，然后突然就天旋地转，我就摔倒了。嗯。为什么我觉得你那里有一个断差？啊！哎呦！哎哎！不行不行！哎呦，膝盖这样不行，痛！哦，这断好，你就要休息一下。太累了。哪一个餐厅啊？就是平常休息。King Bell。要不要？不是啦，我是说休息是说就去坐缆车休息。是啊，左右边只要穿比较好。这边为什么没什么人玩？不能走哈、哦！我真的看不到下面，不过真的是雾哎，我也看不清楚。累了，就挨脚休息。前面啊，随时注意看左边有没有回去的路。行了，我今天只能一次，你要来你自己来。啊？你还要再来第二次吗？可以不用啊。我会累死的。
看我摔了几次了，五次六次吧。对啊，一直摔，前七天都没摔。后座摔。嗯。但是那个后座稍微冰久一点的话，你就会停下来了。爬起来都累死了，全身发热。我现在已经离缆车那么低了。哎呦！哎呦！检查 GoPro， 还好，有一点点血沾在前面嘞。没有一点。这边可能要直冲。累死了。你要抓住，那我换手。到底是右边好还是左边？其实对我来说是左边好。拉左边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右手可以帮忙搓。就是找他就有个速度。而且我累死了。也不用回我们的缆车。对对对，加速加速。哪里啊？前面前面。你要拉我吧？你都有速度了。
要走多久？上个厕所休息一下。对啊，把水喝掉。哇哦，好。我看看是几点？几点十分？啊，是哦。我爸好看的那个。那就是我们刚刚啊，从温度计旁边下，不是很快就切回绿线吗？嗯。然后好像有个第二个才切回绿线，我也不大清楚。等一下我看一下，看他是不是这样报。好热，好热。我热死了，我热死了，真的热死了，里面都在烧，好热。没有浪费到今天的票。有黄黑蟹也体验的，滚了五次，然后连站着都可以往后倒，站不住了。我来帮你拍一张照片啊，真的很好笑。我怎么了？侧面吗？对啊，都可以啊。我来弄。枕头冰吗？还是什么？面罩冰的。快热死了。在这里。怎么样？回去再看了，回去再看。啊，我想看。上面都是冰的。哎，都你是白胡子。往前倒，往后倒都倒过了，全部都沾满了。也没有到沾满，其实都没有。就在身上多的是。那个很难耶，很辛苦，很厚，太厚了，直接就插进去了，插进去。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一直在练那个平地加速嘛，也有一样的 pose 在这里，就是稍微往前翘一点点，然后要避免自己踩太深，只有稍微翘。还有就是我都有吐到。那个吐到的感觉让我知道，好像快吐到了，赶快脚抬起来，所以就可以穿过去，感觉是这样。我看，这个就是你说奇怪，怎么有人插这边绿线的旁边，不是很宽。而且前面有一种视觉上的悬崖。刚刚我们在那边，树的后面，往下讲，摔死了，一路摔下来的。
真的雪很大的时候滑这边真的是练习那个霜雪穿越那个霜雪的，而且真的很厚，厚到需要练习，我有练到一点好摔死了阵亡，而且好痛，现在还好，现在还好，但是可能回去以后要痛好多心态，就是鞋子有扣好的话鞋子是很困难的啊，到低了，到低了，低的也是，对啊，低的很猛，低的也是，他好在录哈，呵呵，LED 啊，有啊，红灯上是有，哎，为什么？是在录，但是正面却是一个工具的 mark， 我不知道什么回事。我偷偷摸一下荧幕站在。哦，那个工具的 mark 就是说，好像按到了对焦还是侧光。总之，它荧幕都是亮的。那到底有没有在录啊？他写说。自动耗电吗？不对呢，你现在怎么是？啊，我没有录哦，我没有录哦。等一下，转过头来让我看一下。有啦，有在录了。你要换哪一面呢？我就是在看这一面了、啊。有，一直有在录，1小时57分。而且我刚刚那么辛苦，等一下录起来，快摔死了，摔死了。对，我看，我在看一次。对，还是不对，还是他在播放。对，1小时57分。因为刚刚突然5、6变5、7，我就觉得啥？那是秒数的话，怎么会是1分57秒？后来一看还是57，刚刚只是刚好变。你确定他不是在播放？他是在录，因为上面那个红点在闪。现在有没有遮住？有点吗？有一点。又有了。很粉，很粉的。你就你自己有点。一摸就沾一点。我这个好像很光滑，没有湿湿的感觉。好、啊，现在走那个没开的餐厅的侧边。这边真的没什么人走，你看我们爬上来都没有人。对啊，这里雪好厚，可以练。不过也许其他人觉得我可能下一趟要花一个小时。有吗？好像2小时，1小时花在这，应该有差有四，对，快1小时。我倒是没有花到很多力气，还不错。而且他们就把那个牌子都插好了，棒棒也都你都 gate 吗？真好了，对啊。有人来啦，看他们用什么速度来滑，听起来。很奇怪。刚一瞬间我以为他是这地就觉得速度很快，继续这边对，现在去滑温度计左边，然后走另外一条，现在一样从这边下，哎不对，还是我们来上车，对，是上厕所，现在从山顶上过去，加速去加速去休息。哎、欸，他坐着摩托车去了。对啊，脚放开。哦，放。可以。鞋子很松，左脚鞋子很松，不安心。
我这次真的很松，我现在是拖着鞋子在走，脚腿在里面动来动去，因为坏掉的是第三颗嘛，从下面出来的第三颗。嗯，那好像也有点危险啊。那你要带我去买鞋子啦。但是到底什么时候买？我不知道，你说季末再买还是先买吧。但是过年时间他们到底有没有开啊？不知道。要趁着你脚最粗最壮的时候去买。最粗最壮。太深，雨太深。为什么？练习横切啊！嗯，反头朝下加速，反头朝山减速，然后就这样一直切。不要横越那个路啦！准不就要撞树了吗？那就可以练习。我还是走树上好了。哎呦喂呀，不会前进了。怎么了？你也差。上午。翻倒。真的累。啊？真的累。
好多人在里面啊。对啊，今天人超多。怎么板子那么多？有那么多人。那里也有，没有，它那个啊，两个都是一个洞，看你爱掰哪个。来，帮忙拍一下。哦，帽子里。没有脖子觉得冷冷的吗？没有，我有戴脖围，都挡在脖围以外了。嗯，对啊。你看，你这个拉链可以稍微拉下来一点。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你这里面没有拉紧哎。我没有拉，因为太热啊。这里有那种脖围，稍微太热。好的，哎、欸，这里还有，你稍微往下拉一点。好，赶快拉回来。好的。你也很多。帽子。就是降雪吧。进去吗？屋檐下面哦、嗯。你说一边拍一边有雪，对、嗯，你帽子头往后。哎呦，你的包货上多雪。了哎，平衡有问题吗？全身带血，都是血。